夹着。哎呀，行，可以。奶奶，你过来先吃。没死，活着呢，夹着还动呢，你可别夹着啊！哎呀，行，可以。哎，你不是要吃这个马粪？他可能还真不吃，就吃这个就好。我自己不用大，不用大，弄一部分。你让人吃，要不这样不够，你再看看，再给你买一个，还能再弄一锅。哇，全都看见了，一会儿不够了。看见看见，我一天我一天。对对对，哇！你们拿勺捞着，你去拿勺去。没有，抓了你了。抓小勺。先把你先拿着。哇，然后搁到碗里还是怎么？你捞着搁碗里。变成饭团了，那地上。他妈是干嘛呢？不知道，弄面子吧，是不是？我猜啊。妈，你干嘛呢？这六斤都在这儿，不是吧？还有一锅呢。对，在那锅里泡着。你嘛呢？你看你妈先吃一口，嘿，够香，正合适，你尝尝，要尝尝，还可以再拌一碗。